你要用你的讯息也是一样的，甚至你的讯息他都可以告诉你了。或是你要传简讯给朋友，用嘴巴说都可以。嗯，还有这个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你很棒。不，陈秀是哪一位啊？不好意思，陈秀不传给你了，取消。OK， 好。所以呢，各位 ，Apple CarPlay 电话、音乐、地图、信息、你的博客网、你的 YouTube 播放中。你要看你的音乐，你有音乐资料库，你就可以去放你的音乐，不用再担心你的英文不好，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最后，我的电话号码 702-88-9751。